边种很多柚子啊。这个地方除了咕咕茶米之外呢，还有一个特产就是柚子啊。常参加我们雄狮团的嘉宾，不晓得有没有来过这边？有一个田妈妈叫做一家春啊，她用那个野菜啊当料理啊。就从这边右转过去哈，一家村，一家村很好吃啊。嗯，左边这个是东山乡公立的托儿所幼稚园，叫大经理馆。来这无几个囡仔呢，你看那老师拢开轿啊来教书，这样。如果你来过人山植物园，我们车子就停在左手边这边，然后走上去，还记得吗？差不多马上四月五月，人山植物园的行程就又会继续开哈。四月五月去人山植物园看什么？桐花。油桐花啊！上一次带客人去那边呢、啊，中午呢是吃西点餐盒，所以就有那个女生呐、啊，用那个塑胶袋提袋，然后提着西点餐盒。很高兴的要打算到上面的游客中心再来吃午餐，结果半路遇到抢劫，猴子，对，猴子抢劫，而且那一天苦主还有两个，你知道吗？抢劫的这个罪啊非常重哦，嗯，所以那个猴子很聪明，猴子哈，他不直接抢。因为抢劫是唯一死刑嘛，哈、哦，他过来呢，先抱住那个女生的大腿，哇，那女生吓一跳，就把她手上的东西丢掉，那他去捡，嗯，啊，这个顶多是犯的性骚扰罪了，哈、哦，比较轻，正经哦，叫狗啊，甲手夹啊，我是得笑个要死的呢。